手秋风则尽力与陈零九、黄伟晋、娄俊硕、小赖组成人气男团五坚情，无论是个人或是团体都拥有好成绩。日前秋风则回到家乡新加坡举办巡回演唱会，然而近日却爆出失声的消息，让粉丝感到担忧。秋风则原定于四日出席活动，不料却无预警取消。随后公司发出声明表示，经医生诊断确认，秋风则因感冒引起呼吸道发炎，导致暂时性失声，需要一段时间休息康复，故无法参与活动演出。秋风则也在 IG 限时动态中向粉丝报平安，同时也透露由于之前身体还没完全康复，在演出时过度用力后导致发炎，现在他只能靠比手画脚或者打字来进行沟通。不过秋风则也强调自己会好好休息，要粉丝别担心，希望不会影响到接下来九泽 CP 首度攻单的演唱会啊。Bye.